走一圈市场，从蒜头到豪彩头，摊商热情大放送，连年轻人都抢着要合照。这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宣布参选后第12次公开到万华，连同私下来抢票更超过20次。我倒没有算说多少次，非常愿意，然后去跟大家把感情，另外也了解地方的需要。从逛古迹到吃美食，走访各大市场，次次喊心疼万华，陈时中积极回访，连幕僚私下都说，几乎每天醒来就是到万华。就是因为去年5月疫情爆发，卫福部官员点名万华是破口，引起当地民众不满。民进党在地议员认为黄珊珊有行政资源或声量，但随着疫情趋缓，阿中声势回升。连我们在地人都在问说：“啊，今天阿中哥来哦，就是说哇又来了这样子。”黄珊珊也辞掉了，好，没有再占用行政资源。我觉得就是以候选人的亲跑，然后展现出来的诚意，来争取民众的认同。执政的时候也要50%的选票做后盾，那我们施政才会顺畅。守住万华绿营票仓，民进党力拼赢回首都，蓝营对手蒋万安则针对疫苗再开战。虽然陈时中傀儡双面人，只是蓝营里长70人改挂无党籍，也让陈时中捡到枪。我想他可能连国民党的傀儡都说不上吧，包括蓝营的对国民党的提名人也是哈，不是那么有信心，所以有点观望的心态了。反击蒋万安没再客气，但陈时中策略不主动攻击，以勤走地方摆第一，从万华延伸换回选民信心。三立新闻水前，我们是 SNG 小组特别报道。